看来粉丝很多哎。对啊，其实就这么一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全都你的粉丝也在厉害。好，那我们下半场哈，在热烈开场，欢迎大家支持的。好，那有些人连线跟我们没有唱哈，可能代表我们不会唱。刚刚还没结束那个点歌，九点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带一首歌，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叫《外国人》有吗？有。哦，不管有没有听过，我们只会唱这首啊。不好意思，像播放奖啊。还有另外一首啊，什么？对啊，好，外国人。外国人就他啊。啊？外国人就他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在哪？外国人，外国人，来自哪里？香港。香港。喜欢自由的那个香港人，我也蛮喜欢自由。